Mà quá.没有刺的鱼香，不是我矫情。所以我要直播吃鱼的话，没有人愿意看我吐鱼刺搁那，没有人愿意看的。我们吃直播就是这样的，得想着自己，不讨厌吃，而且要想着老铁们愿意看。生蚝挺大的，对，今天的生蚝有点大。给我拿瓶辣酱来，有辣酱吗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吧，就是送的辣椒酱。咦，这什么酱呀？还没有咱家那酱好呢。姚记吗？盗版姚记，模仿的姚记，不是那个正八经姚记。爱吃羊肉还是爱吃猪肉？我还是比较爱吃猪肉。来个小蛋糕，好嘞。辣椒怎么没直播？手上有泥，擦一下啊。因为停水了，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今天播的，都寻思好了，先去吃串串，然后再去吃自助餐。为什么要去先去吃串串，然后再去吃自助餐呢？因为的话害怕自助餐老板把我们拉黑，先吃点串串垫一垫，这样想着都打算好了。此时此刻，赵博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来水了，可以直播了。”所以说我们的计划，哎。就那个那什么了，就大消了，就开始又直播起来了啊。那时候是五点钟，他要再晚一点的话就播不了了，因为炖肉的话得段时间。喝的老停水，这喝的现在我们就是这边那个路，长江路，我们就是挨着我们小区挨着的这条路，长江路正在建高架桥。我们菏泽的第一个高架桥，直通机场的高架桥。此高架桥如果建成之后，去机场可就方便太多了。菏泽周边的亲戚朋友们、老铁们，然后你们如果想坐飞机，哎，想快一点的话，是不是？坐飞机的话，欢迎走我们菏泽这条高架桥。然后的话，哎，非常的近啊，很好。有飞机场吗？是的，有的。所以说，欢迎来我们菏泽啊。打屁，喝的益生菌吗？对的，牡丹机场，对的，
顺便看看鱼。好嘞，难怪咱们自己家辣椒，那可不是咋的，是咱家辣椒，这辣椒属实没有咱家辣椒好吃。菏泽为什么彩礼多？也分地区，老铁，也分地区，不是每一个地方彩礼都高的。像我们像市区的话，也就市区多的就是66,000-88,000，最多就是99,000了，就是最多了，市区最多99,000，不会再超了，不会超过10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有的少的才11,100，我就是11,100。修高架桥为啥要停水？修高架桥，碰着水管了，整不好它就砰滋，它就跑碰水，所以要停水。所以它要，咱不太懂这个哈，不太懂，反正是叫高架桥就要停水。弟弟结婚呀，弟弟结婚的话好像。这个不太方便说吧，咱别说了，老铁，这还没定呢，真正定了的话再说，咱要是现在还没定呢就说的话，好像咱那啥似的，是不是？那房和车呢？房的话，别管是家里住的房子也好，还是城里买的房子也好，有个房子就行。然后车的话也不会说，有辆车就行。别管是电车，别管是轿车啊，有辆车就行。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太多要求，市区就是这样吧。但是县城的话，可能就高一些彩礼，18,800的也有，28,800的也有。事业呀，运程呀，就是彩礼都挺高的。在牡丹区的话，就是彩礼低一些。但都是菏泽的，但都是菏泽。下面县城也属于菏泽。这鸡。窑鸡，弟弟换女朋友了吗？没有呀。为啥这么说？弟弟都快结婚了，几点开播的？7:40开播的。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我也不太清楚，老铁，反正是的话已经讲到彩礼这个问题了，反正是可能快了吧。昨天吃席，今天肠胃炎，得知彩礼可高是吗？那我不太知道。吃个小鸡爪，对面德州的。小鱼没鼻梁，没鼻梁嘛？没鼻梁的人有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多大福气啊！天天吃好吃的。弟弟也在市区买房了吗？弟弟跟我一栋楼。彩礼新娘能带走吗？这个的话。看个人情况，有的带，有的不带。有的带，有的不带的。商量着来，一般都是商量着来的。一般这些，彩礼多少呀，或者是带不带回来呀，都是商量着来的。
这个鸡。来，都给你吧。吃点水果，好嘞，老七。点点小红心宝宝们。